在8:28，我先插。记忆量够9天吗？我说 GPS 那个。GPS 不够，但是我好像弄好了传输的那个。我们按不紧哎。好。好了。好。他说什么几号柱子有绝景，我也不知道。绝景是什么？拍照的景点，管他的。拿掉可能会瞎掉，拿掉太亮了。我是拿掉了，我怕起雾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太热了。那就是剩下的红线桥，我猜那条就是。你不是说我们都划完了？不是，我是说计划中要划的划完了，但是昨天看地图还有剩下的。那、我觉得好像地图拿回去花在哪里啊？好像没放在口袋里。叫地图出来看。我也有电子的啦。很热，先散热一下。我觉得这两个一下打开超凉的，真的超凉哎，觉得好可怕，怎么那么凉？哎，就是那一条，就是我们看到那一条，然后都没有人滑，还是那条根本就不能滑。山上有一坨小黑点，不是人吗？是啊，那一坨从刚站到现在，但车子没有在动哎、欸，车子没有在动。是、好像我们没有能力滑那个。那边有2号跟4号缆车，2号是右边，左边是4号。4号的话会到一个粉雪区，还是什么的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一半的站哦，那么快。20分钟是后半段的时间吗？对，后半段比较长一点。我觉得昨天橘色这个也蛮陡的啊，小朋友在冲这个。这是红线啊，上半部是黑线，上半部黑线就是那个什么马兹贝，就是据说是很黑的黑线。然后它在山岭线上面，就是很高的感觉。坐往左坐好了。好，假设有的话，等一下应该会让两个人上来。Maybe。如果有人呢、啊？因为现在是第一班吗？现在没有第一班，我们是8:10嘛。第一班8:10。当时他就我觉得蓝牙耳机是近两
拿去做蓝牙喇叭、蓝牙什么、蓝牙什么，全都是类似的东西。碎，碎。你在研究哪里？没有啊。到处看。没有啦。我觉得那边没人滑，一定有原因，他就是缆车没开还是怎么样。白滑那个，白滑那个是红色。我们到底刚刚看到，然后有小朋友在滑，是哪一个啊？什么叫小朋友在滑？就是小朋友正在竞速，等框一半起来，小朋友竞速是这一条，黑色接红线这条。是吗？是啊。中间没有沙，没有树啊。什么叫没有树？这边中间有树，有树的右边才是黑的，其实都是红的。都是红的啊，因为你根本没看到右边接的地方，你看到小朋友全都是红的，他们那个就是右边这一块啊，红色围起来右上角那一块。这一块啊，这一块。哦，那是树，在红树的右边才是黑的。小朋友滑的哪就是，它也是红的这一条嘛，所以这条红线被围掉一半了。这条红线是什么？现在感觉人还蛮多，左边很松，空空的。你们也是穿一样的衣服的人在滑、欸？什么叫一样衣服？红色衣服的人。你说里面的人吗？搞不好他们是练习啊，还是什么？我的头发弄得自己脖子很热。嗯。头发一把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就是把头套这样放进去，我的耳机就会掉进去。然后再从下面。没有，这绑住的手，一手把头发拿，所以啊，把头发拿出来，这样不要碰到我的脖子。对呀、啊，不然就很不对，那位置不对。他要在帽子的，他要在我帽子的外，但是要在脖子的。你的帽子上又没有一个洞让它出来，那你怎么把它放到帽子外？领子不要拉那么高啊。领子就是那么高啊，啊、哦，眼睛不太不行的。眯眯眼，后面风景好吗？就是要让我这把头发让我很热。你看后面好吗？嗯 ，OK 啊。哦，好玩哦！
是一堆人啊。所以我们昨天是坐左边那个缆车上到这里，因为不想走回中央，所以就坐这个。你只要想好路线，三点前让我可以回到那个。要三点。我先走，你们两个继续吧。没有。没有继续吧。你们俩继续。没有，我三点就要回去了。没有弄到下雨，我不想。今天我们是八点就开始了。哎，后面帮我拉好，帮我停好，帮我停。现在8:38。那明天9点多再开始滑，因为明天9点为止雨比较大。欸，看起来很陡呢，还是我看错了？我们已经超越了啦。那这不就是马之背吗？哦，吓死！地好不平哦，我的妈，都地一坨一坨一坨的。欸，还是这里是马之背，这里吧。它黑线就是不压，所以就被人家弄成那个啊。就你们这些 ski 的啊。嗯。为什么是我们弄的？这种如果是那个 Mongo 是不是就是你们 ski？ Snowboard 不会， Snowboard 是把压平。对哦。好不平哦，你看这里有多不平。还好，好哦，这个还没有。还没有弄成功，弄出来的绝对不是长这样。啊，就是真的一颗一颗的。白马八方的话，你就会看到，那是那里的名产。它有两种，一种是固定都是馒头的，然后另外一种是人造馒头，据说中午过就会出现。对啊。下来，你中间就不大会排队，又可以坐回去上面。那之后就没有华林街道的机会。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一开始之后的话就排队，那段排队人你就要花时间排队啊。哦，也可以滑啦，但是就不大想排队啊。好，两个选择，我觉得都热身。啊，华林街道。中间才5分钟。我们先上去一趟下来，然后再去华林街道再上来。折中也可以啊，但是第一趟上去就先不拍照，省时间。啊。嗯，左边还有别的。然后下去弄林街道下去之后，又可以顺便聊天。耶，嗯。现在我就有一点点渴，那在中间喝水上厕所。明天早餐就喝很多果汁啊，现在就渴。你看还很远，他爬过那个餐厅呢。餐厅在哪？餐厅不知道那个窗户是不是，还是是后面？那里有个窗户吧？不是啊。那就更后面了。好好，要再下去。因为如果你看到餐厅，你记不记得餐厅旁边有一条绿线？那不是昨天有滑吗？对啊，我们昨天有滑。然后你看到左边那么低，那肯定还很远，要一直到那个雪道跟我们快差不多高，餐厅才到。白白的山，这边可惜啊，我看不到外面。不是，我要这样拍一下。你要挡住你了。不是啊，左边窗户都开了，手伸出去一点点，靠你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而且我今天拿手
手机给你拍照的时候，我可以这样子就拿过去给你，所以不用再拆了半天。有什么东西要拆？线呢、啊？哦，你说无线哦？对啊，你看，帮我拍照。那你那个收好，你这个飞出来，你刚才把它放在一个用不到的口袋。好，那你真帮我拍。不然你手机会一直拿出来。只有这一个，他这个窗户，他留这个到底要干嘛？一个人在这里看吗？就是 in case， 哎、欸，拍照，那个人怎么来啊？那个人怎么来？他下面有个楼梯往上爬，那这个地方爬到这个楼梯，对啊，他滑过来吗？这样？好，随便你。按，长按。好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到餐厅了。木乃伊，我要造起来。都没人呢、啊。想一件事，就是那个最上面那个道，它应该会压线，所以我们即使早上第一趟滑那个，应该会比昨天好滑很多。要是人很少的话，就用大弯圈，用回山。我相信你用回山，你就会滑得更好。你弯做大一点。回山到慢到你觉得舒服了，再做下个弯。你看林间道现在都没人呢、欸。那会不会因为没人，然后又松松的，结果你就动不了了？有可能。你就一路直滑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推你。我们自己的体重刚好让我们自己前进。我自己都快要动了。你看下面那个是人还是动物的足迹？九九。动物了。拉多纳，绝对是动物啊！那么整齐，走哪去？体重轻轻的，不知道走哪去，好想看到。你看那个是脚爪印啊，这个脚算大的，我们昨天看到的脚是更小。哎、我觉得这是四只脚的动物。对啊，因为它后脚踩的洞会配合前脚，然后你看它两个两个一组。好了，戴手套了。早起的鸟儿，那我们要先上去还是下去？先上去啊，那就滑右边，滑右边接这个缆车站。我看大部分人都要滑这个吧。欸、你看呢？谁呀、啊？那个雪道很干净啊，压过了。啊，压过了不好滑。压过了我们比较喜欢。那你滑中间呢、啊？中间没压过。
三周去到底有没有停车场？哈。比你厚一点就会这样。啊，太阳方向在这边。嗯。来看角雕。嗯。看什么角雕？这个啊，角雕。哦，他去哪里了？翅膀方向应该是往这边吧，往上。人家爪子好可爱哦。是啊，是啊。走去哪了？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动物。他有画图说有鹿啊。鹿不？鹿。鹿不知道会不会卡片、啊、你看这片，你检查它的足迹，看有多少人滑过。还是说那些动物，他们就会不想走这条地方。很短哦。对啊，觉得不想过街的松鼠。你说那日记啊？会不会反而不好？不知道，这个脚比较大、欸。但是你看哦，你看上面的右半部。为什么它会三个脚一组啊？没有，其实是两个脚一组。然后它有一只脚没踩对，就是它两。它哪里没踩对？前面两只脚开路就会有两个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后脚会踩着前面踩过的那个印子，这样后脚比较好走。这边很硬的雪。嗯，感觉是啊。怎么办？刚我下来就紧张了、嗯。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滑红的？嗯。好，不要紧张。
你要回山，慢下来再做下个弯。然后因为今天人那么少，你横整个山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也是不敢横整个山。但是今天人那么少，我就要横整个山，我要做超大的弯。预报本来是说昨天晚上会铺雪，那你看今天都变成晴天了，就表示它雨云的预估跑掉了。那没有雨云，晚上就没有雪了。我的鞋子够不够紧？今天可能都比昨天少扣了一格。我真昨天扣的一样。我除了觉得脚踝那里被夹得好扁哦，你知道我的小腿有两个粗细吗？穿雪鞋的地方是细的，然后以上是粗的。没有，我昨天那个整个都红的发烫，我怕我那边发炎，所以我今天才不敢穿太紧。就少扣一格。你左右脚有不一样吗？左边比较严重。就是扭到那个吗？不是，是没有扭到那个，整个红的很痛。好，那个是用力的问题，因为你的右转左你都滑得比较稳定，你转下来不但是圆的以外，你说你也比较相信你的右脚，然后你的左往右是匆匆忙忙就给它转过去，脚都很痛，所以你的左脚出力比较多。右指法好难。这样是几度啊？你有看吗？没有看仔细，昨天看的话就是零度左右跳。我的角度 OK 吗？因为我帽子有掉地上。你的话就是往后翻到底，对啊，现在还是往后翻到底。先滑去挖孔啊，还是等机啊？看你都可以，等一下好了。我两个人不一样。人太多，我去前面等你哦。走上去耶，那是那一开六个人吗？很像是耶，你看那个走得好稳哦。
还是想偷拍个照。嗯。再缓一次。啊，嘴巴有头发，太难过了。有头发。拍个照。
了。帽不滑了，今天很好滑哎。哈。滑啊！啊！哦，再滑一次就好吗？变好滑哎、欸！到这都变好滑了。因为都刚刚。不限这里，不然你可以也可以滑下面、那個。所以要去滑树林啊、哦！再滑一次，你要不要拿棒棒？好，到上面给你。然后那个什么，嗯，这次下来的话，能冲多远就冲多远。我们在餐厅前面，可是上去就代表我的左脚用力有点不对，或者是穿起来有点，或者是跟上次一样，就是滑到第三天，那边就会比较痛。然后因为第一天滑太多了，小爪子去哪里了？所以你再仔细看，通常它是两个两个一组，就是前脚跟后脚。我就看到三个。前两脚跟后两脚，你说这个是三个？不是这个，这个很像三个，其实你看有两个是叠在。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，这边这个吧，这个是三个一组的。那你就看其中有一个是两脚叠在一起，中间的那个，中间的那个比较大，中间的那个踩了两下，因为比较省力啊，踩过的再踩一次比较省力。我那个大弯最后有一个弯，弯到有点乱的那边去，吓我一大跳。现在人变多了，好多、哦。那我们三个就要接着录，不然录不到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接着录？这三个要跟在后面，他滑第一个，然后我们三个一起滑，这样才录得到。用不着这样吧？那不然怎么滑？而且拿棒棒的应该当最后一个。当第一个，不然就只看到我们后面。你每个都要入后脑勺、哦、棒棒都是拿前面好不好？你要让梅华拿的话，他你问他会拿前手还是后手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你等一下问他、啊、他拿后手，那我们就是跟后面。对啊，他拿前手，我们就是跟前面，也不是跟啊，一定没办法都录到的啦、哦、他主要是录到自己就好。
你是说已经拿给他了，还是上去再拿给他了？啊，在我这。在你这。那要在哪里拿给他？正上方拿给他。下去前啊。下去前。那就先跑了。我的左脚又要碰它了吗？没碰到。昨天那个最后那个很恐怖的红线有没有？嗯。那个的恐怖啊，现在刚压过去滑，也不会滑得像昨天那样哩哩啦啦的。因为一直跳，可怕。那边好像一条的大大的。那边好像被人家刮过，然后又没有晒到太阳，所以越挖越粉。我鼻子都有弄好哦。有啊。我怕我会晒黑。头发还是嘴巴里，难过。是往山顶的路能开太快。山下就是说会开快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山顶风可能比较大，我在想。但今天这样也还好。应该说他这个的那个变速轮盘没有那么好，而且是两轮难测。正中间开始，然后滑到右边，再回左边。吃到嘴巴里也是蛮难过的。我在想，滑到底要怎么弄？还有。
机了。我听到打钉的声音。拍机。你要拍照吗？可是你要按一下吗？应该不用升到最高。好，我们可以拍照。这样帮我拍到什么？你要来吗？我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、哦。有，还有一点点缓冲时间啊。是哦。哎呀，你要拿多长？随便拿，我知道。拿最长。拿短的，我怕危险呐、啊。不会啊，就整个丢出去好不好？万一真的有问题，就整个丢。你会拿前手还是后手？它不能扣住哦。啊？扣住。它不能有这个扣住。没关系，整个丢出去比较安全。你要丢出去，又不是你的东西，我要整个丢出去。我们要怎么滑、啊？哇塞！你拿前手还是后手？等会还没按呢、啊。后手。后手，好，那我们是在后面。按了没？还没。好。我看一下、哦、啊。是吗？有，出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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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等我。那你先滑，然后小弟在后面，我跟在最后面，能录到就录到，录不到就算了。我想办法跟哦。你可以在，你可以在这个回。上智一点，好了，好，走，走，你先，你先，你要最先。你说你拿后手，所以我们会在你的后面，你拿好哈。我还没拿过哎、欸。小心啊！滑就对了，反正360度嘛。哇，外套忘记拿，好凉哦！两下，哎，按一下还按两下？按两下。好，按。关吗？嗯。好。先关起来。嗯。好啊，很难拿吗？不会啊，但很酸，有点酸，嗯、就是这样，现在就这样。你要收起来。很、欸、湿湿的哎、欸。为什么湿湿的？不过林间道也要用是不是？林间道应该比较安全，你就可以拉长一点了。会，林间道会比较安全吗？林间道会比较安全啊。我先走。那我先收起来，我比较好拿哈。你拿会危险。不是啊，带林间道不是可以录吗？不会啦。让我抓在手上。不用啦。让他抓在手上。啊？为什么不让他抓在手上？等会我说林间道再给他。我是说让他抓着。好，你先好，我在后面看。
今天到的入口在哪？等一下就会看到啊。其实现在就要拿了。我在想，还是我拿。换我拿。我拿的话，深醉塔。我知道，我在锁紧。我出不来啊！不对啊，我出不来。嗯，怎么觉得很奇怪，出不来？那不是很长吗？对啊，是啊。这第一节我现在扭不动。那你先把它缩进去。然后再一路拉出来，是用扭的吗？是转，它有一个卡榫。哦。啊，我又按到了。每次你转的时候都会按到它一下。这有那么长吗？有更长啊。嗯？我觉得是前面的，它就是有一个方向会锁紧。用这个转。哦，我就说我刚刚转不到那一节。要再转回来是不是？嗯。对，它有一个转一下就会卡住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哇，这么长。等一下，戴手套啊！你要帮我开啊！啊！就你就要开始录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好、啊。真假？这次换我拿。你拿好、哦，不要摔。对啊。OK 哦。那你杖要不要用一手拿就好？对啊。那我要用右手拿。好啊。就是杖用两手抓起来，我本来是想说我两手抓起来，其实我也可以拿。哎，你不要摔到它。还是我拿。雨丹拿，雨丹拿。好。好，按两下。好。这样是哦。好，绿灯闪烁就开始拍了，耶！你拿直的，你不要拿横的。他等下戳到雪地里。你不要拿横的，这样子到时候很难对影片呢、欸。直立的好吗？直立的，直立的，你一直往对，一直往下，真的很奇怪哎、欸。
怎么了？就在你后面啊！要换我拿吗？这样你才换我拿，我来拿，我要拿证。哎，哎，我看看有没有在拍。有，好。那我先走啊，你们要在我后面吧。好，看其他人都在走。很慢，全进入了。我拿的时候怎么是这么慢的路呢？扛在肩膀上。你不是说这样才可以拍到我的背影啊？啊？那先关了吗？那先关了吗？好。那我收起来喽。好，因为好费力哦。对啊，脚好酸。好啊，那我继续哦。现在在这里啊。我们还没有真的零点到。就是，没有到。这一段而已啊。那要不要滑过来啊？过来过来。要吗？现在要滑过去。不要，好累哦。要过去而已啊。那也不需要累吧？嗯。哦，好热。要啊。对啊，好累哦，好累。跨过去那边，那边我还没滑过。那我们在下面等你，你走林间道。好呀，哎，就这样。我们当然要选省力的啊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脚很酸呢。你更累好不好？那要不要拍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太陡。你就拿。我拿。或者是说中午的时候要看一看效果怎样，才知道我们录的时候有什么缺失。
所以现在要录是不是？那你要录啊，都可以啊，是刚录的，就不知道好不好。对啊，才知道之后要走多近。我都已经收起来了。可以不用，这时候可以不用录。反正我们以前有刚刚录的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就是现在下去喝水、上厕所跟看影片。所以要抽到中间的那堆缆车站哦。对，缆车的那一个。可以点对不对？你们的左边对不对？贴左边。走就对，我们应该接着会碰到那个昨天比赛的那个地方吧。对，好热哦，打开好凉哦，我刚刚有打开。好热。我觉得我这样有做吗？自己觉得我没有做，哎，我已经完全在，我真的没有做，我根本没有用右脚了，我已经努力站直了。
什么？他在教他哎，那个人在跟他讲话。哎，他不是他哦，我有。那他在我前面，我不知道哎。还是他在前面？那下面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啊，我们在等你哎。哦、我以为那个人在教你咧。我又好认真在看。我还以为说我不知道在哪。走啊走啊。我要等你咧。左切。我最好我要走第一个吗？脚酸。
好热哦，你这样走你不会累哦，我觉得用搬的比较轻松。在这里吃东西啊？喝东西、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买他的东西。喝的东西啊？还可以吧。猫帮我按关掉。